王超越刚刚说自己想成为第三。王超越，王超越，王超越，恭喜你成为第三。恭喜王超越获得第三名。这一路走来，可能有些磕磕绊绊，但是我从没有放弃过我自己。很荣幸这么美丽的地方有了这么美丽的我。是在他面前舍不得哭。不要跟我往下滚，阿彪子！哦，这水可真咸啊！别打着！不要，我大宝贝生母他们立马结婚。老天他不一定是爱聪明的人，他的万分之一也会冲击到我们这些笨小孩子。所以不要放弃平庸和笨的自己，说不定老天就是喜欢你，他就是让很多人都喜欢你，你就配拥有这些爱。因为我的妹妹，我看到什么好的我都想给她，但是这两天其实你的愿望都有努力帮你实现，但是以后的愿望可能我没有办法就是时时关注到你，然后没有帮你实现，但是我希望以后你能靠自己努力把自己所有的愿望都去实现到。超越加油。今年反正就基本上是拍戏为主。我觉得成为演员之后，很多时候作品跟大家见面的时间会延迟很久，然后自己的一些状态啊和最近的状况大家也会延迟一些收到，所以就可能会更多需要自己沉淀。